那我们来看看吧，如果一直对单一的角色来攻略的话，这个六，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，这个图示是什么意思，是就可以把它分尸的意思吗？来，嗨，我们又一起约吃饭了，干嘛？我们来点喝点红酒吧。哎，红酒呢？哇，还要点啊？你为什么都要点那个桌上没有的？嘿，好，哎，这是香槟吧？高一点，高一点。哦，这个角度才对，是不是？有。怎么倒那么久？这杯子倒不满。杯子倒不满。Hello， 服务生，你们杯子漏水哦。这应该有倒进去吧 ？Hello， 服务生，还是他不是要喝这个？哦，我点错饮料是不是？点错饮料你也讲一下啊！我在那边倒半天，气哦哦，酒是这个，杯子，服务生，我要一个新的杯子，给我一个新的杯子哦。好，等一下，我的杯子怎么在这里？等一下，你先在这里等一下哦。这一餐真是乱七八糟了。你不要把人家杯子都用倒了啊！啊！放弃本次约会生气什么？我想说重玩一下我们再尝试一次好不好？嗨你好，我刚才都假装没有发生过。嘿，高一点，再高一点。好，再高一点，再高一点。直接移到我杯子这边来，哦，这样比较简单，有了吧？好，这个酒不用了，走开，免得碍事哦。等下桌上有灭火器，请问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是觉得这一桌会出问题吗？来。为什么？哦，有了。
灭火器不需要吧？啊，你要吃番茄加芦笋，怎么那么恶心啊？还要吃番茄跟芦笋？番茄、芦笋。那怎样？把它丢到它的盘子里就好了。起来，这真的是要当夹娃娃机在用。嘿，这样也有成功了。好，芦笋，嘿，然后再起来，嘿，都掉光了，我有没有抓到芦笋啊？芦笋太难拿了吧？哦，好好。就是有用手指哦。嘿，有，然后呢，它的胡椒粉，再下来一点胡椒粉，不是这个啦，走开，胡椒粉。胡椒粉，哦哟，他开心了。然后呢，番茄酱，番茄酱，走开，你很碍事，嘿，番茄酱，再来，好。哦，有，然后他很开心，好，要喂他吃披萨，披萨在哪？好啊，下来一点披萨，好，来，披萨来喽，耶、yeah ！然后哦，要用火烤那个，烤的，走开，我要玩火，这个。这个，然后这个要喷在哪？等一下啊、哦，原来还要先点，我要点这个。然后呢，再用火烤的那个呢？所以灭火器是要处理现在这个状况吗？不理他，走开。再点一份哦。再点一份，服务生，我要再一份。哎呦！等一下哦，有耐心一点哦。哦，好，烤好了。嗯，这样应该是好了吧？这样子吗？来。哦，我是被烫到是不是？好像很烫，对不对？好，我拿个灭火器哦。我姐的成就，好棒哦！餐厅原来要必备灭火器，大家知道吗？免得客人哦。我怎么一直听到有东西摔下去的声音呢、啊？嘿，不要掉哦！这样我要再点一次哦。OK， 哦，他的杯子掉了。
哦，成功了吗？哎，莫名的成功了，他要给我飞吻了，应该很不错吧？哦，还不错嘛，还不错嘛。这个在过关，我们可能就是可以跟他成功的，虏获他的心，对不对？啊，他怎么有个菜单不给我选？嗨，你好，我们又见面了。要点三个蜡烛是不是？他，哦，天哪，为什么要点三个蜡烛啊？火柴呢？哦，没有火柴，所以是要用这个吗？用这个点吗？等一下哦。用这个点蜡烛是不是？这样蜡烛还不融掉吗？哎，你不要，蜡烛，好，蜡烛，再下来一点。在前面一点，好，然后这边，再前进一点，哦，成功，还要汉堡，赶快帮他点个汉堡，低一点，对，低一点，再前进一点，点餐。哎，我有按点餐呢、啊，点餐，这个触控板有问题啊！没有，我要离开这里，然后手这样子，哎，再前进一点，哦，来汉堡，哎，汉堡，对不起，我再点一份。好难，好难！这个游戏的汉堡也太难拿了吧！等一下！哦，他不要汉堡了，真的是很容易变心哎！好脏哦！走开！不要吃汉堡了，好不好？走开啦！这样我没办法点餐。没办法点餐了、啊，走开！他要番茄，可是就没有番茄啊，他也要点番茄，怎么办？我要跟他说没有吗？啊，人家就卖完了，你干嘛还要硬要点啊？真的是，到底为什么要把薯条放在这种容易掉的地方呢？餐厅是怎么设置的？你有事吗？点赞。好。哎。往这边倒，对不对？有，至少倒饮料我还可以哦。哎，等一下。这个是我自己要喝的，是不是？你没有要喝这一罐，早点讲啊！你要这个吗？服务生，对不起，我再帮我，再帮我拿两罐来。回家，这一关好难哦！我们放弃他了，我们再约一个。我爱狗爱旅行，爱喝点小酒，很特别吧？一点都不特别。哎，他真的男的女的都可以约，坤恩。
这款应用就算删一万遍，最后还得装回来。哦，哦，常见的人呢？艾里尔，哦，所以这个是男的，是不是？你会是我人生缺失的那一块角吗？不是哦，不是哦，按不掉。我挺爱约会的，只要不出糗。哎，我已经分不清对面的人是男的还是女的。皮姆，我挺爱约会的，只要不出糗。这是怎样？他的那个评论是跟那个我们在露天拍卖，然后他有给卖家的评论，就是已经先设定好了，出货快，值得信任的卖家这样子，就是我们只要点选就可以了吗？嘿，我在用，我们随便找一，这次我们换找一个女生好不好？找一个哦，好，这个金头发的珍妮佛，人生在世须尽欢，何必天天板着脸？这种会发这种长辈文的，好，我们来跟他约一下、哦。长辈的欢心比较好讨哦。哦，又要跟他聊天是不是？我们先跟他嗨一下好了。专业的讲，主题标签符号叫做。井号，然后对方打点点点，哎、欸，我觉得是这个主角的问题吧。你传第一句讯息讲这个，专业的讲主题标签叫做井号，什么东西啊？赶快道歉，赶快道歉，真不敢相信我说的那种话，对不起，没关系，常有的事，哈哈。好，我们说个笑话。来暖个场吧，嗨，给我讲个笑话吧。有个当地人被掉落的钢琴砸死了，之后将举办一场低调的葬礼。虽然我们看不懂，我们还是要，哎呦，也许我们可以一起弹一曲。哦，不用了，谢谢。我觉得这个角色太不会聊天了。这个时候我们在勾引，应该只会被白眼吧，所以我们先不要勾引人家好了。哦，换我自己说个笑话好不好？嗨，你是钞票吗？不然怎么这么招人喜欢？你是假钞吗？那你还是离我远点吧。糟糕了。糟糕了，糟糕了！好，赶快勾引他。不管灵魂的底色是什么，你的和我是同一种，恶心哦、啊！他把我封锁了。哎、欸，为什么这个已经拉黑了？为什么这个已经拉黑了？我只跟他约一次会而已，就被拉黑了。啊，我的主页。哦，原来这里可以选哦。那因为一开始我没有选，所以是男女皆可。阿友伤心了，在不认识上被某人拉黑。你不要po这种文好不好？路易斯吗？我现在看到这个什么，我爱国爱旅行也爱喝点小酒，很特别的，我都只想直接打叉。一点都不特别，一堆人讲这个话、哦，没人看这个吧？对，没有人。哦哦，艾利克斯，我只要好。蓝色头发的，真的蛮特别的，跟娱乐一样。啊啊，直接邀请约会吗？我们再聊天一下好了。我们刚才闲聊，直接那个开场真的是太糟糕了。那我们试看看呢？一开始我们就马上丢裸照给对方的话，勾引，嗷嗷嗷，蹭蹭你好吗？扑到你身上，你好暖啊。我约不到女生呢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约不到女生呢，我只约得到男的。找合适的人，享受快乐时光。好好，我们来享受一下。好像一开始先说个笑话，比较可以缓解气氛，对不对？说笑话，菜单有什么？有我，还有你。哦，他在听呢，他在听，他喜欢。
赶快确认一下，你懂的。我们聊点别的。好，我们先聊一下。我感觉我在这张桌子前做了一个世纪，好吧，再给我多讲几个。再确认一下，好棒啊！继续啊。好，我们再继续，我们再闲聊一下。海獭睡觉的时候会牵手，太有爱了吧？行，行，好，那我们勾引了。我来啦，你的另外两个愿望是什么？哦，他在听，他在听。可以可以，这感觉有机会约到，你懂的。糟糕，我这个角色是不是词汇有点少？好吧。嗯，还要继续吗？我们直接邀请约会吧，去约会吧。为什么不呢？选个好地方。哦，太好了，去吧皮卡丘。为什么有去吧皮卡丘？这个翻译是真的吗？这是认真的翻译吗？去吧皮卡丘。好，皮卡丘来吧。这四好难了，我们再挑战一次四吗？我们直接从四开始啊。好。哎，你好，又要点蜡烛了是不是？好，稍等一下，马上点，马上点，稍等我一下，给点耐心，给点耐心。哦，这个花防火的，防火小花。这样还没点到吗？哦，这样没点到，我再后退一点，再高一点。好难，好难。高高点，高点，高点，再低一点。哎，他这太难调整了吧？哦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好。哦，不能把它用倒。哦，哎，给点耐心嘛，给点耐心嘛，点个蜡烛而已，怎么这样子啊？汉堡，汉堡好难哦。汉堡直接抓，好像它就是会掉在地上，所以我是不是应该要抓那个黑色的锅？给点耐心嘛，不要这样子。不是不是，嘿，这个，不是不是，这个。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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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哦哦，是要这样子吗？汉堡要这样子拿是不是？再上来一点。不行，拿不起来，拿不起来，拿不起来，这个汉堡已经毁了。我看呢，我们今天不要吃汉堡好不好？而且经过那个菜单，它就直接变成选单模式啦，这也太难了吧！这个设计为什么菜单要放在那一面呢、啊？哦，他又不开心了。好、啊，给他薯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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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第四关根本过不了嘛！哟，我抓到了，你至少有薯条吃哦。哎，薯条飞了，薯条飞了。为什么飞走了？薯条怎么飞了？哎，不是吧？我想说，我这只薯条抓那么稳，好好，给点耐心，给点耐心。不行，对啊，我们直接点三样。零趴，回家吧，对不起，第四关我不会玩。这一款游戏呢，就是我前几天跟胖丁和番茄一起玩的那个，人类一败涂地。然后它在 Steam 上面呢，现在有个组合包，就是那个游戏加上这一款游戏。好像才200多块吧，所以呢，我就有一起买哦。
那我不知道这款游戏这么白痴哦。有兴趣的人你们也可以自己去找来玩一下，现在好像有在特价这样的。好，那今天就实况到这边了，感谢大家来收看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拜拜。